喺香港大部分嘅基金买卖已经非常方便，好似股票一样，除咗可以每日交易之外，投资者亦都可以唔同嘅渠道去了解基金最新嘅价格。咁大家如果想去认购基金嘅话，可以去到相关基金公司指定嘅分销商发出买入嘅指令同埋存入资金，通常已经可以即日完成手续，而认购嘅价格就会以基金最新嘅净值计算。咁同樣賣出係非常方便，由於所有基金嘅費用已經包含咗喺基金嘅價格裏面，咁當投資者發出一個贖回嘅指令好快就可以攞翻相關資金。咁而相對於股票嚟講更加唔需要俾印花税。咁時至今日，除咗傳統嘅買賣渠道之外亦都多咗好多網上基金買賣嘅平台，例如 FinSupermart。咁無論係開户啦、旁人買賣，已經可以全部喺網上進行，可以話係非常方便。